我首先感谢评审给我的肯定。我跟 Burn 很接近，他做了50多年，我刚刚接近50年，所以呢，这50年之后有得到这奖，很不容易。因为我刚开始工作是在美国，其实我很多的知识都是从伊坦来的，因为我也是他的 free subscriber， 所以这个读了很多，这个珍藏了很多的见识啊，所以也鼓励我们年轻的朋友要博览群书，对你们一定有好处。所以在这里，我借这机会谢谢给我这个机会，给我这个奖，谢谢。谢谢，也请我们的舞蹈指导刘步，因为呢，待会我们在舞。